做饭，嗨不嗨？嗨。有人说看戏要看武戏才是内行的，所以今天各位都是内行。连我都想插一只棋子了。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国立台湾戏剧学院音乐学系的老师跟学生们，谢谢他们。也要谢谢的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京剧系的所有的帅哥鲜肉们，谢谢他们。当然都要谢谢我们的青年武生徐鼎铛。你们以为戏就这么看完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秘的特别礼物要送给其中的十位观众。哎，如何呢？怎么找到这个神秘礼物呢？好，请各位稍微移动你的屁股，然后把椅子翻起来，上面有一根棋子跟一个玉镯。